力啊，它在这边哈，你就轻轻放着，它力量一动，你动你就挡到它的头就好了嘛。它的力量是用后面的力量动，挡到它头。你看，我就这样子放着哦，你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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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不懂？他一动你就知道了嘛，你就挡到他头，他那个力量就起不来了，你就松着就好了，轻轻搭到他就够了，啊？就是练那个，你看你没有听到他那个头。你没有听到他那个头，再来放着，就轻轻放着，好，他动，你有没有听到？你的手不要变，你的手不要变，你不要变，走，听到，你看你没听到了，听不到，有没有？你要松，你看哈，动，你看动。他越走他越闭，因为他一动我一压，他的空间，他的空间就越来越小，哎，你不能用力，你不能用力，你动。看，有没有？你一动我就压住，你一动我就压住。所以你的手都不要动。哎，不要动。你看，你没听到。另外一边的人哈，就是抓人的人哈，可以练什么？我们讲嘛，一个力量，你要阻止一个力量，一个是从什么？力之未发嘛，力动了，可是那个力量还没发出来，是不是？然后是什么？力尾嘛，力之将落嘛，一头一尾，你只有在这个两个地方能够阻止这个力量，中间都是力量很大的，你要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够阻止它，所以你。抓到别人的手的人，像我搭着他的手，那他这边是要练怎么样用手指头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他还不会的时候，他会用后面的力，所以你就搭到他，他手一动，那个是头。你看，你听到他，你感觉到他要怎么动，他要动，他会有一个头出来，你就一压断掉了。你要听那个力量，你看有没有？啊，是我力未发。你力未发，将动未动的时候，我听到了，我感觉到了，我一压，他那个力就出不来了。所以一方练这个。因为一开始都会用这个后面的力嘛，你要听这个力去压那个头，然后他就知道他在用那个力了，然后他才会慢慢练习到他不用那个力，你就听不到了，他就会用手指了，这样懂？双方面这样练。那将落呢？将落就是一个力量结束啊，他一个力量到这边老了嘛，力量老了叫做将落嘛，一个是新生，一个是老了，所以力量出来一个头一个尾，就这两个地方你可以挡，你可以阻止这个力量。那你搭上手了以后，你当然是挡头啊，是吧？因为它从这边启动啊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你看，我根本不要抓他，我根本不要抓，啊，嘿，他动，一定有头，听不懂？可是你用手指动，他没头，
对，接触的地方没有信号，接触的地方没有信号。随便啊，接触什么地方接触，什么地方接触就用什么地方听，你们再试试看，你方向出来以后，你后面的关节就要跟上去啊，跟上这个线。所以没有说我手指头先动这样，然后没有，不行，就是变这里的。不行，对，所以比如说我来讲，对，所以因为它是一个螺旋嘛，螺旋一定有一个往前的线嘛，是不是？往前的线一出来，它就连接到后面，你后面叫排列，马上排列到这个线上面去。其实我要分清楚是这里先还是这里推它先。没有推啊，用推也不行，没有推，你推就断了。那比如说我这边被固定，那我对我要往。什么方向？我是不是其实是这边先？这不行，不能这样吧？哎，不行。那比如说我现在，但是我要往这边去的话，那你就是这个先啊，你还是一样是这个先啊，这个先这个沉下来啊。哦，这样会懂？所以不是说手腕不能，而是不能直接这样吧？你这样就变成横向进了嘛？但是如果是我手指先动，不行，带动你不能这个，这个也不能吧？不行，你要手指先。所以这个没有动，因为我抓到你的是这个地方嘛，所以我感应的是这个地方，我控制的是这个地方嘛，所以你不能从这个地方动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控制的是这个地方啊，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动，我一定控制住你嘛，所以我控制的地方你不要动。你看你走，你看你现在在动这边，再动这边我就可以不要你动。你看。你的力量是这样子，你力量是这样子的嘛，我就可以不要你那样的，所以不行，你的力量一定是从手指头，你的力量必须是这个样子的，你的力量必须是这个样子的，这样懂？手指动的同时有一个往前的力，对，对，就是那个线啊。可以再试一下。你不能先沉下去，你的线没出来啊！你看你的线没出来啊！再手腕就断掉。你的手指根本没有出来那个线嘛？你看你用这个力量了，你用手腕力了，看有没有？你看你用这个力。这在手腕啊，你看有没有？好像是卡在手指，没有这个。手指嘛，对嘛，对嘛，就这样子嘛，手指要活。是那个引力不是就是去从手指去伸展的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所以手指要有形成引力的那个动作。那个动作是。手指尖不是这里，怎么样？老师一定是这只手先动，还但是就可以拇指这样、哦，因为这样子，因为我这样抓了他了，对，那我这不行啊，不行，这难道我要用这个？也不行，不行，也不行，所以我必须要也不行。你如果是这样，你抓着，你要朝哪动？我要朝哪动？你的线。我就知道你要朝哪个方向，你要这样子，你不能用手腕，反而要用小指，松掉，小指走，小指带出来这个，OK， 这样懂？那他也可以用这边的，他可以用，可以用这一只脚，拇指的方向吗？拇指比较不好，因为拇指的方向性哈。你除非要往这走，拇指的方向性一般我们它短嘛，所以一般走它是这样子，它变成横向了。所以我如果要往这边走的话，我还是一样，我还是要从它来。OK， 这样懂？然后到这边它才来接。
也就是说，当我这样子，我要往这走，我要从上面跨过来，我还是从这边先嘛，我还是从这边先，你看，我还是从这边先嘛，是不是？从这边先大，是不是？到这里以后，我从这边先。你这样抓对你很不好、欸、哪里有这样抓的，你这样抓你手腕就断了，大拇指也断了，你不能这样抓别人的啦。什么 原因什么原因，你这样抓别人，你这个大拇指啊扒一下就断了，你大拇指这样子，我的手扒一下这个就折了，你不能这样抓别人的啦。这样抓可以，这样抓 你的手是活的，你这样抓，你的手是死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也是死的，这也是死的。你不能这样抓，你从外面可以，你刚才那样抓从外面可以。你的人如果在这边可以，你在这边可以，是不是？可是你在这边，我不打头啊。那你要在那边嘛，你那个手在那边，这样子可以。我这手如果在这边，哎，这样子就可以，因为这边对我是死的。这对你是活的，听不懂？抓人要注意啊！所以你要那个要抓我，你除非是什么？你除非是这样子，正面。我如果这样子，我是这样子的，你看，我是这样子抓你，我是这样抓你，有没有？你看，我的手掌控制到你的手掌，我是这样放，你看。这样放就控制到他那个手了，听不懂？我跟你是顺着的啊。